各嘴各卵，还有剪头发的那种理发师啊，对不对？很多 salon 的师傅在这边啊，你问他说，哎，你要剪什么，自己要弄什么发型，他也不知道，没有太多了，脑子太多的，所以真的那时候没有想到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建议大家说，如果家里有老人有小孩，因为在厕所很奇怪的，在厕所跌倒，你一定会跌一样的位置的，很奇怪的，而且千万不要跌，一跌就麻烦了，啊，有些人是来到你家才跌。昆凌珠，那昆凌珠是不可以送给人，但是我们可以放在，就是搬家的时候一直在用。有些人的家里面呢、啊，八个厕所，啊，八个厕所很大的，他的家很大，八个厕所，他们都八粒昆凌珠，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告诉顾客说，如果有卖跟我们单单跟我们买昆凌珠的，我们要知道他放在哪里，就是他要拍照那个厕所，然后我们告诉他你放哪里，记住，一站在门看不到是最好的，但是进去的看到了不用紧啦，站在门看不到，哇，那个位置最棒的，躲住不要给人家看到的。啊，然后门要关，它收晦气。啊，它收晦气。如果今天放，你看着哦，是好好的哦，没有问题哦。今天放，明天裂，哇，假了，怎么办？买一粒了，还买多粒啊？它裂的几率啊是0.00001%，啊，0.00001%。OK。那么时钟对这个餐桌啊，家人容易呢犯胃病。就是动的意思啦，它的意思就是动的。好，明白。空房间记住不可以挂时钟。空的房间，房间没有人住，你挂时钟是不对的。好，这个今天要介绍给大家这个木花石。啊，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那个大会议室，让你们呢，等一下每个人都可以去看。应该是有开空调了啊，开空调了，然后你们可以进去里面看看，可以摸的，可以动的，但不要吃啊。然后呢，防止不好的气场在你的家，我们用木花石，所以有些人卖一粒木花石，很贵的，一粒木花石不用，你就可以这样子一包一包的，小小包的在这边，啊，那么每一个呢都有催旺的咒轮。我们都有这个催旺的咒轮 ，OK。那么粉红的水晶呢？放心，这粉红水晶不会让你老公或者老婆犯桃花的，啊，它是把你的人际关系搞好，家庭和睦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它有那个咒轮顶住，所以它不会有那种肮脏的什么桃花啦。今天放，对不对？明天隔壁的安哥来叫你的老婆去吃饭的，不会这样。好，那么东陵玉呢？啊，是扭转乾坤的，扭转我们的运势啊，扭转我们 的家里。但这个呢，只能给那些有走香的人是最好。你把它摆在你家没用，摆在你家就不要买啊。它只能这样子，就在你家这样走，走香用的。OK， 走香用的。那么有没有哈达没有关系，有没有哈达没有关系。铁胆啊，铁胆石那是医王。啊，医王来的，有些人用铁胆石供养他的那个佛，用铁胆来供养。有些人带铁胆，他真的是好像一个铁胆这样子的，一粒一粒的铁的。不过这个你在过那个什么安检的时候啊，他会响啊，滴滴滴滴滴滴，他会响的。啊，他会问你 what's that 啊，你跟他说铁胆是 very good 啊 ，the 妖怪 all go out 。啊，黑曜石都发病哦，黑曜石把它做成葫芦哦，是很贵的，啊，因为它一粒，你各成葫芦啊，机器各了，各成葫芦啊，它费力很多。紫金就是灵感啦、啊，那么聚宝石就是信心，很多聚宝石，所以这些今天大家都有的看，但是我们只有六套，我们只有六套，因为我不相信走香的人那么多，啊，很多人是嘴巴讲也没有走了。啊，自己走而已了。还有一些人很没有这个福气，他想要走，老婆不反对呢，老公反对呢，孩子反对呢。走香的时候要用那个，沉香的啊，要用沉香啊，要用沉香、卧香、沉香一条，把它切成四片或者五片，啊，然后切成八片，两条切成八片绑在一起。我们有啊，
你们今天这些都可以动的啊，你们可以拿那个香来看一下，懂吗？啊，沉香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很少味道的沉香。OK， 好，五色米，那么这个你们注意看啊，总共有几个？有七个，因为你们有七色烛，七色烛用完了哈，可以知道怎么样吗？用吹风筒吹，吹了它热，热了它就很容易脱起来，然后再用水洗，肥皂洗就可以了。好，有些人慢慢烤，不用那个用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热水洗啊，对。那么你们家如果有很多那个七色烛的罐，你们不要可以给我们的啊，可以给我们啊，给我们，我们要啊，因为我们包起来这样子包起来就可以卖给人家啊啊，没有包括那个没有算的，那个是人家送的了啊，你我被剩的来对了。 OK， 那么我们给你的一包一包的分量啊，都是刚刚好的，刚刚好的。好，记住要这个水晶擦那个咒轮，因为你们都要经嘛，经文嘛，都没有经文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他不是不买，他是没有买到经轮，所以呢我们向喇嘛呢请示说，哎，有没有这个咒轮呢？咒轮来了就可以有那个咒轮给你们看。好，在那个大会议室你们可以去看。四月二十五号的佛诞已经过了一次了啊，如果还没有再加点七色烛的人，赶快再加点七色烛啊，一条七色烛你们如果买，现在买一样啦，三条一样，初一十五都可以点，初一晚上的时候，就是初一的前一天的晚上点到初一。好，我们有一个顾客告诉我24小时，好，24小时，但是没有风啦，有风的时候它很快啦，没有风的时候24小时，你看我们这个点很多天啦啊，超过24小时了，因为晚上我们弄掉了，怕不可以弄掉了，嗯，他弄掉不弄掉，我房等下整间不见掉，不可以弄掉的嘞啊，不可以弄掉啊，但是我打电话跟佛讲了 ，no 办法啦，为修了，连那个佛性不会 OK。我很怕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忘记弄掉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哇，半夜梦到啊，火烧啊，哇，抓掉啊！赶快啊，驾车回来啊，穿睡衣啊，啊，回来锁了之后，哎，那个盖没有开啊，我爬进来了上去啊，上来到上面，哎，灭掉了，奇怪啊。哇，心里面很感动啊，在那边拜拜。最后呢，明天问是谁弄掉的，我一个助理弄掉的，我还以为是佛来弄掉。Dangerous， 所以我奖励了那个助理，好像是50块是吗？有没有奠励啊？啊，没那事啊。好，那这11点点香啊，点那个七色烛，每个初一十五都可以点，现在的价钱一条才30块嘛，对不对？3条才90块，便宜吗？啊。好，这些就是七色烛的啊，对，它的好处，一条是30块原价，好，现在3条30，当然有附带条件的，大家放心啊，这个呢完完全全可以算是批发价，完完全全可以算是批发价。有些人说，哇，为什么现在那么便宜呢？对对，佛诞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每一条都一定每一个一定有念过的，放心啊。那附带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你们要买以上那些物品，我们就会卖给你们30块啊，3条啊，不是1条30，但是你年年要给我们1条30，我们都接受的。好，那么这个有些人问我们说，可不可以拿七色烛供养佛在我们这边点？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因为危险了啊，这危险我也不知道什么危险了，那个会砰爆还是什么，我们在，但是还是不可以， management 说不可以。OK， 所以买以上所有的东西，任何的一样东西，我们都会，你就有一个机会买。比如说，我如果买这个3套，啊，你就可以买3条，那么3条30，那么我再买这个，
也可以再买三条三十。那么这些都初一十五才点，初一放点，点了之后呢，就是过一天。七色竹你们自己去查网啊，七色竹是非常好的，点七色竹，啊，福晋都很好的。那么有一些人他不小心买了这个和这个整套，他只买三条 ，OK？ 那么隔天他来说他还要再买三条，不可以的，就因为这样啊，他恐吓我的助理，啊，就叫我把他送回。其实我们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今天你买这个三包，这个一个，这个一个，你可以买九条，不要我买三条，那就买三条。但隔天或者你下了楼梯再上来再买不可以了，啊，要有那个 system， 啊，要有 system， cannot 青菜 ，OK？ 这个就是那个配套，吉祥如意的配套，一个是招财的配套，一个是贵人的配套，这个是我们供我们的元神的，我们拜我们的元神的，啊，但是有一些地方已经我们不能够再放了。楼下，今天谁是第一次来的？有没有第一次的？第一次来啊？第一次来有没有去过三楼？还没有啊？等下去看看，那边财神都住在那边，啊，财神全部在那边，你们就好好的拜一拜那个财神。OK， 那么这个配套是45块一个人。全家是多五块钱，五十块，就是拜合家的，就是合家的元神，用我们的元神的功德去供这个财神和供这个佛，啊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五朵莲花招财配套是这个，啊，这个是最殊胜的一个配套，这个呢是50块的合家的，再加上100块的这个，所以这个是整套的。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好像没有位置了，没有位置就不可以了，啊，没有位置就楼下没有位置就不可以了，啊，啊，对，还有一个，这个看得到这个是什么吗？五方财神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呢是尼泊尔画的，尼泊尔画的，啊，多少钱？画家画的，画家，有很多人不知道。画家画了一张出来，他的学生继续画，啊，那么那个学生画的也是不错，挺好看的，但是不是专家就看不出。现在我们不是学生画的，是这个专这个师傅了，不是算师傅，他们算老师，他们那边不可以算师傅，师傅就是喇嘛了，啊。活佛啊，师父啊，这些喇嘛他们画的那个就不一样了，啊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所以通常呢，很多都冒充，就是这个是学徒画的，他说是喇嘛画的，因为没有对比，啊，所以这幅啊，单单是这幅，这是老师画的，画家画的，大概多大呢？210米。这样差不多，我的手这样打开那么大吧，差不多是这样吧，啊，那么高度就这么高了，高就是一个这个比这个边还要高一点点，这样子那么长，你们猜多少钱？新币，尼泊尔，这是画家画的，猜一下，啊，一万一升。18000多，嫌贵自己画，啊，这个是画家画的，啊，所以18000多，啊，这不清了，18000新币，我找到这个喇嘛画，喇嘛他收藏的，这喇嘛不在了，他收藏的，另外一个喇嘛收藏的，啊，那么，但是。你现在这样看，如果给你看那个的话，五尊啊，给你这样看的话，哇，那是真的是很不一样啊！它都是金身的，哇，很哇，真的是很庄严啊！他有生之年做的作品不在了，它的价钱你们猜一猜多少？猜一猜多少？是无价了，是无价了。啊，不过你们猜一下那个价钱是多少？3万多，
吃完了。